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两款杯原子的算是周边的商品啊，是 Seven 的活动。你只要在 Seven 购买任三款进口啤酒，然后加价购50元的话，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杯原子风四足的应援纪念杯啊。请留意，这是只有杯子，并没有含那个公仔玩具的本身啊。然后另外一款是今天20号开始的另外一个活动是。你只要加价购一样是50元，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所谓的折叠保冷袋啊，折叠保冷袋也可以当一般袋子使用，我觉得还不错啦。然后我就分享两款本人所拿到的商品啊。其实我个人觉得杯子还好啊，可是保冷袋我个人还蛮推荐的啦。我拿到的这一个是哪一国？我拿到的是俄罗斯的这一款啊，还不错、啊。它总计有8款啊，分别是俄罗斯、西班牙、法国、阿根廷，然后巴西、德国、英格兰跟日本啊。像这一次很夯的冰岛倒是没有上去过、啊。它图案我拿到这一款是俄罗斯，所以俄罗斯这一款是衣服，就是有衣服而已、啊，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。这是杯子的部分啊。杯子的话，就看你们个人喜不喜欢啦、啊。杯子我是想说，反正都要开了，多买一盒给大家看啦、啊。它现在就是有一个活动，是你只要进口啤酒任三款，有打79折以外，另外可以用加价购。注意是要加价购啊，并不是说免费啊，所以稍微要留意一下。然后再，哎呦，这个粘的好紧哦。撕不开啊，这也太紧了吧！撕破成这样，袋子是这样啊，其实还不小。摊开，里面是这样子啊，里面是一个保冷的设计啊，还不错。然后图案来讲，就是一般我们看到那个之前足球版的杯原子的图案啊，侧面是这样子，另外一面这样，然后这边有扣子啊，这边可以把它打开。把它打开，大概就是可以放一手啤酒的大小啊，这样子。组装完之后是像这样子啊，还不错啊。50块来讲，以这个保冷袋讲，个人觉得还不错啊。虽然它是白色，感觉又很容易脏啊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 Seven 去询问看看、啊，有些门市好像也没摆出吧。